的衣服拿上来，谢谢。啊，我想到一件事情，等我一下。谢志伟真情告白。今天吃牛排跟马铃薯，还有生菜番茄之类的。奇跡は待ってたんだ。知道了。干嘛问号？就是 Costco 那种卖很大一个，然后的那种，你们知道吗？你才知道好了吧？新冰乐是在跟我 Hello。就是那种一大个牛排啊，然后煎马铃薯，就这样啊。我们自己去外面买肉回来煎也是牛排，好不好？就是煎肉欸，不然讲成煎肉跟马铃薯听起来是比较 OK。什么事？好吧，好吧，我用这只手机听。好吧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是没看到礼物。划一下，我现在正在弄音乐啦，音乐。Merry Christmas， 大家。对啊，大家 Merry Christmas。谢谢吉米粥的香槟。谢谢吉米粥。
touch on hand or cookie.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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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喂，对啊，买回来煎的那种，买生的切回来煎，好吃都对啊，就是可能都会很想买，然后买回来就要一直分朋友吃之类的，是的。是只有优点吗？我今天根本超可爱，好不好？要外送放甜点吗？大家可以留着自己吃啦，大家吃饱吃饱一点，吃太好了吧？不能吃太好吗？吃太好不是，就是人生在世就是要吃好一点啊，不然活得那么辛苦干嘛嘞？谢谢环环香槟，粉色特别猛，谢谢，很漂亮，谢谢。吃草干嘛？也不是这么说，我等一下还是要吃草嘛。Hello Hello Hello， 大家好久不见呀，好久不见，一个礼拜了吧？大概一个礼拜没有见。大家我们后天见咯，后天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， 多吃一碗肉早饭，好哇，大家都多吃，多吃一点，多吃一点，好不好，多买一点握手券。就是还是要提到一下啦，圣诞快乐，圣诞快乐，厉害吧，厉害吧！你知道那演出吗？我也很期待，期待那个舞台，听说很大，期待看到大家应援舞哦。听说很，听说舞台很大。嗯嗯，真的假的？会很冷哦，我们完蛋了。完蛋了啦！很浪漫是不是？那你的浪漫真的是有点怪啦，穿得暖暖的一起在冬天过不是更好吗？不是很懂啦。对啊，我们要冷死了啦。我要冷死了。我要冷死了。但是觉得不要下雨吧，不要下雨。浪漫吗？嗯，好吧，那我不懂了。要贴暖暖包，应该不会有人贴吧？可能跳一跳会掉之类的，应该没有人会贴吧？到时候跳一跳掉出来超尴尬，到时候跳一跳掉出来，然后大家直接呜，然后开始捡闹，太闹了哦，大家太闹了哦，宝宝，最害怕了，不好意思，我还是人类啦，入戏太深是不是？没有很好笑，没有好笑吗？嗯。送冰水是不是？嗯，那我可能送给有需要的人这样子。在台下面吃几张纸巾，一边拿暖包看我们是不是？还一边吃起家鸡到底想怎样？一边吃起家鸡到底想怎样？等一下，一边吃起家鸡，看表演认真一点好不好？一边吃起家鸡是怎么样？一边吃起家鸡，太荒唐了吧！但是听起来其实蛮快乐的嘛。好了，不剥夺你们的快乐，大家快乐就好。
你确定那会合吗？试试看。啊，还有别的口味吗？嗯，哦，还有，真的假的？没买到摇滚区咩布，不用咩布啦。哦，哇塞，咩布到底是多久以前的事情？大家要2022年了，不要再讲咩布了好吗？咩布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？大家跟上流行好不好？咩布。哎、欸，今年有什么流行语啊？咩布，还有什么？什么什么什么？哎、欸，又叫什么？什么什么奶茶？那叫什么？咩布茶是吗？等一下，我已经跟不上流行。哎、欸，我已经，哎、欸，要怎么讲？我已经先走一步了啦。对，我已经先跟上流行了。顺手捡起往台下丢。哇，那我很贴心哎、欸。哦，对对对对，好喝到咩布茶，对对对 ，QQ 内内好喝到咩布茶，对对对，哦，那都很懂啊，大家都很懂哎、啊，咩布应该永久红，还好吧？那个什么四才应该，那叫什么啊？什么四啊？那个什么，就是什么你们自己发明的那个巨否哦，巨否是吗？巨否。四是哪里来的 ？F 四哦，不知道我大家在讲什么？巨否是吗？巨否哦，巨否四是这样来的、啊，巨否啦！你们这群怪人。2022，对啊，我说2022啊，疯了！我说2022啊，我刚是说零，昨天说的对啊，昨天说的自己啊，就不知道。好想加入哦，好想加入哦，好想加入哦。因为那天好像没补偿。刚进来我在 cos 我，哇，那我真的很低成本哎、欸，太低成本了吧？你说轰嘛？那我也太低成本了吧？笑死！然后这边贴那个白色荧光，白不用荧光，就白色纸袋这样贴两条，好闹，太闹了嘛！龟缸是什么？等一下，龟缸是什么？哎、欸，大家我不知道龟缸是什么哎、欸。还是我其实还是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已经远走高飞了啦，先走一步。对啦 ，G4 啦，你们在那边乱发明一些奇怪的语言。什么意思？哎、欸，我真的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没有看过。还有什么啊？现在是不是都是在流行迷因梗？没有在流行那个。就是还有什么流行语啊？迷因梗就是这种啊，我的豆花30块之类的。还有什么？告白是今年的吗？好可怕哦！哦，我好像有看，我哥好像有给我看，那我觉得没有很好笑啊。大家笑点怎么了？大家笑点怎么了？大家不是很懂大家的笑点。告白很久了吗？真的假的？还有什么？我的豆花30块，还有什么？你够了没？这是什么口味的？上世界那个。那你弄得很高级耶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番茄要凉。哇，厨神妈妈。我们要用那个筷子的。哈密瓜，你说你要不要吃哈密瓜？你要不要吃哈密瓜？那还好吧。马一脸，你在讲什么？马一脸，马刚讲马，因为我妈在我前面弄她的晚餐，然后就讲，哈哈哈哈哈。要不要吃哈密瓜？哈密瓜，没事啦。没事啦，又 battle 什么？我不知道又 battle 什么，喝太久了，就是在回顾嘛，是有什么问题？是有什么问题？有没有听懂？有没有跟上啊？跟上我的脚步好吗？不要再离线了好不好 ？Hello，
无法接受咩不吗？咩不？它还像晚餐是不是？不要啊！我吃了吗？我吃了，你可以，嗯，怎么了？你觉得有没有熟？有吧，很熟了呗。我怕你很熟了呗，是什么？我想说你要不要熟一点？不要。说谢谢，说谢谢我就拍。没有了，我考虑一下。考虑一下。其实也不行，但其实，其实也没什么好拍的啊。就长这样啊，就是马铃薯，大家想看什么？这只是长得一脸马铃薯样。你不要啊，好啊，那我就ban掉啊。开玩笑的啦，开玩笑的啦。就是马铃薯的样子啊，不知道大家想看什么。这样子。还有牛排，还有番茄，但番茄太重就算了。你喜欢你喜欢马铃薯，你喜欢马铃薯 ，OK 啊。我喜欢马铃薯，切什么？嗯，马铃薯好吃。他讲话口气好一点吗？不然就不要打那些让人误解的句子。好的，马铃薯的薯条什么意思？马铃薯的薯条什么意思？那我真的好吃薯条。好吃薯条啊！大家，我有去吃那个香芋派嘛，就是好哦，好，大家突然开始跟我分享喜欢的马铃薯类型，但其实我不会认真看哈。我最近在吃，不是啊，不是我最近在吃啦，讲什么？我最近吃了那个香芋派，就是麦当当新的那个，很好吃啊，我觉得太甜了哎、欸。我觉得太甜了耶，有好甜吗？哇，你真的很会讲话。对啊，是席卷千里的，没有错。听说巧克力香蛋难吃哎，听说啦，因为我没有吃。听说不是，听说很挑个人口味啦。就变掉啊！没事，真的假的？麦都缺货，可是它长得很好看，不是吗？大家都喜欢长得好看的东西啊！毕竟人是视觉动物嘛，大家都喜欢长得好看的东西。苹果派哈，我真的无法哎、欸，苹果派我觉得香芋派就是。我可以，苹果派怎么样？有一个味道，可能很多人喜欢。我一开始，我第一次听到苹果派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我就想吃吃看嘛。对，肉桂是肉桂哈，对，我不喜欢肉桂，我不喜欢肉桂，肉桂是我罩门，我肉桂是天敌。这也不会，但我会吃肉桂卷，就是要看它是以什么形式出现在我的眼前。肉桂卷的话可以接受，但是苹果派有肉桂的话就不行。然后肉桂就是肉桂粉我也不可以，还有什么啊桂圆我也不行，但桂花我可以哦。还有什么桂？没有桂了，没有桂了。可是肉桂卷就是怎么讲？可能它甜味盖过吗？甜味盖过那个卷的味道。我没有 get 到你的梗，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，我没有 get 到。很稀有吗？但就像我也是不能吃木瓜，但我会喝木瓜牛奶，因为木瓜有一个木瓜味啊。木瓜我不行。
我不是。对啊，不同的鬼，我是说字一样啊。我是说字一样，好不好？大家没有 get 到我，没有关系了，好啊，没关系了。菜头柜那是更不一样了吧，那个连字都不一样了吧，你很硬要欸。杏仁味不行，杏仁味我还好欸，杏仁味大家知道有些家乐福会有杏仁的味道吗？然后那时候我去家乐福，可我觉得没有啊，我字是一样的，你不要乱学好不好，乱拜师。并没有，不要这样子，我没有招那么烂。没有招的那么烂、欸、然后那时候就是进去家乐福，然后都会闻到那个味道，我就想说那什么味道，始终无解，是直到我去夜市，然后有在卖杏仁茶的摊位，我才知道哦，那是杏仁茶。好了，你开心就好了，开心就好了，你们开心就好。桂花酒酿汤圆，桂花酒酿汤圆我没吃过哎，但我应该不太能接受酒酿吧，我猜，我不知道，听起来还蛮好吃，但就是，你讨厌木瓜的口感，我讨厌木瓜的味道，我是讨厌它的味道。木瓜就是有一个味道啊。你觉得香蕉大家不会排斥，很好啊。每个人的就是喜好都不一样。怎么讲？因为它比较甜嘛。对，我刚刚讲过，就是肉桂卷的甜会盖过，会跟那个肉桂味相辅相成的感觉，所以就觉得哦还不错。肉桂一种不知道辣还是什么奇怪的味道。对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盐酸会有杏仁味吗？桂花蜜汤圆听起来还蛮好吃的，杏仁茶。我记得我那时候鼓起勇气买了一杯，一小杯，其实我觉得蛮好喝的、啊。我记得，等一下，我不知道，我分不清哪个是哪个。今天是黑乳加蜂蜜酱，蜂蜜酱你吃了吗？有、好吃吗？吃啊。那这个呢？我觉得蜂蜜酱好吃。真的假的？好。啊，蜂蜜芥末不是我的菜哈、不好意思。哭！那蜂蜜芥末不行啦，蜂蜜芥末不行啦，不行啦，不行啦，不行啦！我不行哎，这也没有到不行啦，但是你们想象一下，蜂蜜芥末马铃薯就是它，我妈用煎的，然后我不知道它怎么煎的，反正就是。酸酸的，但不是真的酸酸，就是酸酸的，然后没有什么，吃不太出来什么调味料的感觉，就是酸酸的，你只知道它酸酸的，就是一个酸酸的马铃薯。好，我还是吃黑胡椒口味好了。可以解答他的问题。我觉得现在一半一半吧，好突然啊，突然出现那种很震惊的问题，有点适应不了，谁叫大家平常都不讲震惊话。开玩笑的。你们要自己来吃过才会知道我到底在形容什么，就是酸酸的啦，它就是酸酸的。
装水，再见。奶油炖马铃薯可以接受吗？应该可以吧，但我好像没吃过哎、欸。谢谢怀怀的怀包，谢谢怀怀。你们也可以很正吗？好想看大家很正的样子哦！大家可以扮成 JK 吗？想要看大家扮成 JK。好想看大家扮成 JK 哦！有什么要注意的吗？要注意礼貌哦。不要发言过激。这没有变掉吗？谢谢妈记得圣诞大星星，呜吼！好像就讲到大星星，就是一定要讲一下呜吼，知道吗？好想看哦，好想看哦！我要叫你什么啊？谢谢你的资本首领，谢谢。不会啦，扮 JK 怎么会出镜啦？好想看哦，好想看我的握手会有一列 JK 哦，一定很有趣，一定很有趣。谢谢你的刷起来，谢谢。一定很有趣，好想看他扮 JK 哦，妈，一定很有趣。够够够，谢谢。徐凯老师一直培根马铃薯，听起来很好吃，但我对培根，我觉得培根就是可能有点挑哦。怀怀，你不要在那边参与自己的私欲好不好？笑死！最后再到赏金券换来不自由，不算吧？很有趣啊，一定很棒。好棒哦！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填握手券啦，真的。怎么讲呢？嗯，当然想教大家，想教大家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往更高的地方走吧。毕竟也是想要继续往更高的地方前进，没有大家的话，自己也没有办法做到。突然很震惊，但是就是突然在讲心里话了。这是爱心哦，看不看得出来？好像看不太出来。能看吗？可以啊！我现在脑中都是我的一列粉丝，然后穿的这个，太棒了吧！太棒了吧！对啊，希望大家都
懂我们想表达的东西，很多东西也不是不能直接讲出来的啦。谢谢，这种话真的是可以不用讲啦，有点恼人。请停止可怕的想象嘛，我觉得很好啊，名就非常的棒，完美。哦，拜谢。但是不要，就是不要受伤。我的意思是，就是讲那种话有一种所以现在都有那感觉吗？这样真的让人蛮受伤，我会蛮受伤的。我知道你在说 JK 部分 ，OK， 好。那如果有些就是其他天人这样讲的话，希望大家不要让我们受伤嘛。没事没事，没事啊，没事没事。巧克力泡芙，刚才很 man， 你可以吃那个、啊。那边的不是泡芙。还好吧，我觉得这次的还不错啊，我买的两个都还不错，布丁跟泡芙都还不错。我就很会买啊。哎、欸，上次那个橘子塔也是我买，然后他觉得好吃，所以他去买其他的，结果其他的比就是橘子的还是最好吃。是啊、哦。对啊，你可以去试试看。你先买200多块，全部丢掉了。讲一下你的用词。对啊，我觉得还不错哎，还有那个布丁的，我觉得也很最近新出。你可以去试试看那泡芙，我觉得还蛮好吃。只是我一个人，他有两个，我一个人吃两个太多了。烤鸭凤，肯借就办，是不是？尺寸不行吧？
有一次咬下去直接喷衣服。我吃过一个泡芙是什么布丁口味的，好像是同一布丁的样子，那个很好吃哎、欸，它的皮也很好吃，那一家泡芙很好吃，就是一个爷爷的那个，是那泡芙，大家想吃泡芙可以去买那个，是布丁口味，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布丁口味，但是好像是季节限定吗？反正就是它布丁奶油太重，好啊。那你就不要吃了，那你就不要吃了。就是喜欢吃布丁的可以，还好吧？我觉得还好，我觉得那个很好吃啊。会吗？我有一次，我跟我朋友，就是我们在体育课前去买布丁，就是福利社有布丁，然后我朋友就买了一个，就是全部，就是一，怎么讲？那叫什么？对，就是那个牌子，这叫什么？反正就是四个一组的那种，一排，反正就是那种，然后我们就一人一个嘛，我朋友就给我们一人一个，然后。养乐多很甜、欸、然后我们就在体育课吃，还要躲体育老师，然后我用我朋友的吸管，我用我朋友的吸管，我就插一个洞，然后我朋友还在那边用汤匙吃，超级醒目，他就说你那样最好是吸得起来，我就说可以啦，然后我就吃完了。他自己还在那边用汤匙慢慢吃，然后吃超慢。他吸管真的很酷哎、欸，很方便的，很方便。我有吃过冷冻的吗？没有哎、欸。我以前会把东西拿去冷冻，然后就会忘记，就比较少。对啊，就是要来来来洗啊，那样会比较容易吃。突然很想听，
有没有觉得我今天画面比较好看？我觉得有哎、欸，大家是看不出来，好吧？但我觉得有。以前都会就是买回来的时候，夏天可能买饮料回来，然后就会因为不够冰，然后又想要赶快喝冰的，就会把它冰到冷冻库，然后去做自己的事情。结果就会忘记，然后就再也它就直接变冰的，然后就会冰到冰箱，然后又会忘记，就是冰到冰箱冷冻库冰箱，然后又会忘记。用吸管会破坏它的口感，布丁不就是只有那种口感吗？还是其实布丁有别的口感？那我也不知道欸。怎么那么可爱啊？好可爱哦！可是我朋友。花枝他说他会把就是那种巧克力牛奶嘛调味乳那种冰到冰冷冻库，然后就可以变刨冰，他说很好吃，大家可以试试看，但我没有试过啦。那请赶快去把它吃掉哟。比较清晰一点是齁，我知道啊，还有一个例子欸。直接吵架是怎样？这留言不予置评齁，可乐可以冰齁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假的。I am not a bounty hunter. 真的。吃饭不能放，会变大冰块。那大家都很聪明耶，大家都有试过，是不是？好闹啊！好可怕，要过一年了。可以再穿，太咸了吧？对啊，太咸了吧，你各位。哦，听说什么冻水果吗？听说冻水果很会不会就是好像会有人就是故意把水果拿去冷冻库，再拿出来吃，就好像会变成冰棒的感觉。我没有试过，大家可以试试看。对啊，冻水果没试过啊。铁锤，好可怕！铁锤是怎样？铁锤是怎样？哦，是会爆掉，真的。大铁锤好笑，我没有试过哎、欸，我想吃草莓，好想吃草莓啊！冬天唯一开心的事情就是草莓吧。最近就很湿啊，就是最近天气很湿，湿气很重啊，湿气很重，又冷，然后湿气又很重的话，就会觉得。很烦躁，不觉得吗？比夏天还烦躁哎、欸！夏天就是夏天会，不一定，夏天也没有比较干，但夏天就是如果不下雨的话就好，还好。其实冬天不下雨的话也还好，都是罪魁祸首都是下雨啦，都是下雨的问题。
是下雨的问题，都是下雨的问题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你这留言引起我的兴趣，真的假的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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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，很烦哎、欸，深色的人就会只想要在被窝里面，就是再也不想出来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一出来就要接触到那种很湿冷的空气，就会觉得就是如果是干冷，我真的是干冷，真的是可以接受的，我比较能接受干冷，湿冷我真的无法。湿冷到底想怎样？真的会有人喜欢湿冷天气吗？太酷了吧！有人喜欢湿冷天气吗？拜托跟我说好不好？我想听听为什么你会喜欢，想了解你的观点。我真的无法，湿冷我真的是一秒都不想出去，想当个马铃薯，床马铃薯，床马铃薯，然后直接落地生根这样，再也不行，我真的不行，无法无天。无法，是你先拒绝人家的不是吗？你先拒绝人家看电影的吧？你先拒绝人家看电影的吧？哈哈哈，对啊，也是啦。对啊，可是也不一定哎、欸，怎么讲？因为我妈会比较，就是她就是很谨慎那种，然后她有时候就是可能想吃别的东西，她就会说回家再吃啊，回家再吃之类的。然后其实我去夜市就不会吃太多东西，是我跟朋友去夜市玩的时候才会，就是才慢慢的会去吃夜市的东西，不然一般来说去夜市也只会吃臭豆腐之类的。真的吗？真的假的？虽然是假的，这样讲也是很开心啦，谢谢你。但是还是安全第一，好不好？相信大家也会为自己的安全做，把自己的安全当做第一了。安全第一。不要被卷走了，虽然我觉得他应该也不会被卷走了。好想吃草莓哦，可是草莓真的超贵的，为什么草莓那么贵啊？无解，草莓为什么那么贵啊？真的无解，就是不管是本土的还是国外进口的都很贵，草莓就是一个很贵的水果啊，无解，草莓很娇贵吗？好气哦。我笑得没有很坏，但就是你也不要这样子讲话。是吗？南部会比较便宜吗？大家南部草莓会比较便宜吗？南部草莓会比较便宜吗？大家小号都零尊重哎、欸，真的假的？好好，我以后也要交一个，家里种草莓的朋友。为了吃草莓，交一个种草莓的朋友。Oh no！ 我有采过草莓吗？有啊，小时候，很小的时候，我很喜欢采草莓，但我已经忘，因为真的很久了，采过一两次吧，好像。现在还来得及吗？好像都人三四，真的假的？是吗？真的假的？买爆啊！真的假的？真的有差吗？我觉得都很贵啊，一年四季都一样贵，真的是好难过。因为我最喜欢的水果是草莓，
可是我觉得草莓的稀有度有怎么讲，就是有增加大家的喜爱的感觉，就是比较稀有，大家也比较喜欢稀有的东西，知道吗？比较贵就比较稀有。草莓有稀有，草莓就是很贵啊，所以就算蛮稀有的吧，懂吗？就是以跟其他水果比的话，跟其他水果的价钱比的话，我喜欢草莓的加工，喜欢啊。但我觉得有些像什么草莓奶茶或是草莓牛奶，如果太化学的话，我也是不太喜欢。但如果草莓，哦，我喜欢吃草莓软糖，草莓软糖或是。草莓，我喜欢草莓的味道，草莓香，我有个草莓的香水，草莓的味道，草莓冰棒之类的，草莓果茶的话就还不错。哦，我也认识你，那不行哎。对啊，草莓很可爱。冬天唯一的好，对现在的我来说，冬天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吃草莓，其他真的是无味，零 zero， 就是不喜欢冬天。但是如果冬天出太阳的话，我会就是如果冬天出太阳，然后很干，也不是很干啦，就是不要太湿冷的话，空气不要很湿的话，就是出太阳的冬天会大于出太阳的夏天。出太阳冬天呢，其实就是很舒服啊，就是不会太冷，然后你又可以，就是很惬意，大家不觉得吗？很惬意，很惬意的一个天气。冬天出太阳是一个很惬意的天气，然后不要下雨，不要下雨就是完美啦，哈哈。这草莓叫炼乳吗？不吃哎、欸，我吃草莓很少在加炼乳，因为我喜欢吃酸的东西，很少，我真的很少在吃草莓，我觉得有点就很少，好像没吃过吗？还是我吃过？可能炼乳太甜，我不太喜欢吧。草莓你最爱，998都有加牛奶，可是草莓牛奶就很好喝、啊，就是如果是现打的草莓牛奶就很好喝。大家知道草莓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东西，是一个、哦、我今天是多一个半小时了，就是一个怎么讲，就是大家懂吗？大家懂吗？去年一开始的草莓都不好吃。那你很有钱耶，好可爱哦、喔！怎么讲？就是这种行为很可爱啊，还是你的用词特别可爱，所以我觉得很可爱。现在的草莓奶什么？现在草莓奶超好喝，天堂的食物吧，天堂的食物，天堂的食物，大家知道吗？天堂的食物，没有你们要就是。有没有没有化工味的草莓牛奶是天堂的食物？对啊，草莓制品有些就假假的，而且如果像有些草莓巧克力，就是会甜到你会怀疑人生，想说 ，Hello， 草莓嘞，只有糖的那种感觉。但就是如果你吃到好吃的，还是突然开心了。哦、oh, ，对，我好像有吃过草莓加点，就是我们之前有卖福利社有。福利社真的很佛哎、欸，突然想到，不知道今年会不会卖。如果会卖的话，就太好了。就是之前有卖那种有草莓杯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个就是心花怒放。谢谢付伟的啾啾你哦，谢谢。就是草莓杯，就是一个这种小小的，其实没有很多糖，但就是它就是一个塑胶的杯子，大概这么高这样子，然后会装三分之二的草莓，然后会有一些棉花糖。然后他会问你要加蜂蜜还是加炼乳，我都会加蜂蜜，
我都会加一点点蜂蜜。那是我最喜欢的福利社食物，但是现在好像没有，不知道之后会不会有。那阵子都只能送别人喝，好惨哦！怎么那么惨啦？没有，有些草莓很甜，就是我比较喜欢吃酸的。以前真的假的？哈，那我没吃过，好可惜哦。名都写很文静，你应该要先问他，你应该要先问他是什么东西。谢华的真情告白，你要先问他，请问这个是什么东西？不会问哎、欸，就是如果我想点的时候，我就请问这个是什么，然后就会说这个加这个哦，这样哦，好，那我要那个。对吧，很厉害吧，哪没有卖，夜市会有啊，夜市那种现打果汁店就会有草莓牛奶啊。草莓奶茶，草莓奶茶不一定吧，我没有喝过好喝的草莓奶茶、欸、就是草莓奶茶对我来说都是化工，很化工的东西，我就先避之唯恐不及这样子。哦，自己讲，住住讲，住住讲啊，住住讲。今年的会很好吃，那你真的很有研究哎，真的假的？好酷哦，草莓达人吧，你改名了，草莓达人。有点内向，不敢问到底是怎样，问的东西都不敢问是要做什么事情。直接开骂。不是啊，有什么好不敢问的，他就是店员啊，店员的工作啊，这就是店员的工作。就你可以换位思考，如果你不敢问的话，你可以换位思考一下，就是你们店取了一个像是什么 QQ 妹妹之类的那种鬼怪名字，然后你也不奢求客人会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吧。就是如果你是店员的话，客人问你这种问题，你也不会觉得很怪啊，对吧？只能卖水，真的假的？是不是很酷？草莓优格吗？嗯，好啊，草莓优格哪次不好？草莓麦片也很好吃，大家懂吗？就是麦片里面有那种干燥草莓的话，我也会很喜欢。对不起，卖完了。自己把手，真的假的？所以那样是好喝的吗？可是我不太敢哎、欸，就是不觉得。就是那种很贵的水果拿去打汁就会很浪费嘛。我们家是这样啊，像我们家有时候，我们家就是会觉得把那种比较好吃的水果拿去打汁很浪费，所以不敢拿去打汁。打果汁，跟大家说，我看完动漫了，我看完动漫的。我还蛮生气的，我看完我直接气死了，我真的气死了。大家真的如果就是血压很高的话，不要去看动漫，不要去看动漫。所以可能对啊都好吃，但就是会有一种就是太奢侈的感觉吗？对，太奢侈的感觉。大家如果就是血压很高，不要去看动漫。我真的是气死哎、欸！我直接爆气，我这气到第一次那么讨厌作者，第一次那么讨厌男主，第一次他比鸣人还让人生气哎、欸，男主比鸣人还让人生气、欸，鸣人就是看完那个谁啊，他看完他跟米吉就会觉得鸣人就是小 case 啊，鸣人超棒的好不好？鸣人超棒的。哎、欸，我真的看到一半，有在想要不要气翻呢、欸？但是我的追就是强迫症嘛，不允许我这么做。而且就是我看完第一季嘛，我看到更气，我知道我哥有跟我说，他一直爆雷，
快气死了，他也是让我生气的原因之一，就是很气耶。而且我看到场地那边，我真的是有流一滴眼泪哦。我很少看动漫流眼泪，我看到场地那边，我真的是有流一滴眼泪。可是我还是会想要继续追，是因为他不是确定要做第二季了吗？我还是想要继续追，是因为后我就是有看到一些别的角色。哎，我跟大家说，大家可以猜猜看我最推的是谁。可是对啊，他真的很讨厌哎。如果爸会让我更气吗？会吧，我可能会直接把他赶出家门之类的。看那种不是，是真的有感动到。场地真的是救命救命，我的气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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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哦、大家可以猜猜看我首推是谁，但我其实现在还没有首推，就跟刚开始看火影的时候一样，我火影的时候是邪，但我现在看东莞也还没有首推，只有最目前最喜欢一个角色，哎，两个角色，一两个角色，但其实现在出场的也没有很多，现在熊熊的和你一起，我原本以为就是我那时候想看动漫，是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就是 po Mikey 嘛，然后 Mikey 就长得还蛮好看的，然后就想就是颜控啦，就是 Mikey 三谷 Mizia 很他的反差很可爱，但不是他，就是现在其实还没有一个很戳到，快戳到的时候他就领便当了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气死了，真的气死了。我真的是，对，还有一个，我真的是气死耶！我气到今天，我气到今天就是为了跟你们分享，我真的气死。嗯，哦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哎，对，我直接爆了，对不起啊，但就是先爆，我不是故意爆，我不是我哥，我是。真的是，可是我会想要继续看哦，我还没讲完，就是我那时候是看到很多人在发 Mikey， 我原本想说我应该会最喜欢 Mikey， 但是就是看一看之后，我就觉得就是 Mikey 很帅，他很帅又很可爱，但是我就是一直他就是没有戳到我的点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哦天哪，突然开始播这种奇怪音乐，他就是怎么样？就是不会戳，就像五条老师也是啊，五条老师也是很帅很可爱，但是就是没有戳到我的点，就是手推就会知道最喜欢的不会是他這樣。反正我也会最喜欢 Mikey， 然后看一看到目前还没有那种很戳的角色，就是会有很就是会觉得他很棒，但是没有到那种哦最喜欢就是一个感觉啦，就是一个感觉，但反正目前是场地跟 Dora Ken 我也蛮喜欢的，而且我原本以为我不会喜欢 Dora Ken， 因为 Dora Ken 气语无伦次， Dora Ken 的发型太就是一开始就不是我的菜，对，我觉得 Dora Ken 可能跟鹿丸有点相似，就是因为他的个性所以比较喜欢，米姐很可爱，米姐会缝衣服哎、欸，米姐她会缝衣服，好扯。但我真的最气的就是男主就是只会哭哎、欸，大家想怎样？男主就只会哭哎、欸，滴滴靠，大家想怎样？男主大家想怎样？怎么样？就他的发型就是很。但如果他放头发的话，就还蛮喜欢的。朵拉片放头发的话，他就算不放头发也很帅啦，他的个性就已经让他很帅。不知道，就他的发型可能没有对到我的点吧。哎呦，然后放对啊，所以我说他放头发的时候很好看。还有谁啊？哦，我刚刚还没讲完，就是我会想要继续看第二季，虽然很气，我真的有在想不要弃坑，不然看之后的看未来的我怎么想，但目前是想说如果有出就会继续看，因为就是有看到一些别的角色，
我一开始以为就是长得好看的角色只有 Mikey， 然后之后看了才知道才发现有千冬或是别人这样。然后我看到一些就是什么这边有菱形的吗？然后还有什么就是头发很鲜艳的那种，就会知道他是后面的重要角色吗？就想说，嗯，看会不会，就是继续看会不会有更帅的角色出现。千冬小天使啊，千冬小天使哎，但就是，为什么我觉得场地真的是太气了，气死我！大家如果不要，大家真的是爱惜生命啊，不要去看，不要去看，不想生气不要去看，怎么讲？对啊，不想生气不要去看动漫。想保持好心情的话，可以去看奶奶，去看奶奶啊，看奶奶。但我最近就是已经没剧看了，我看完动漫就没剧看了。火影，只能看火影。所以我推谁？目前是场地跟哆啦 K。目前是场地跟哆啦 K。我的气点是什么？我气就是场地啊。哦，气男主啊，气男主，气作者。替作者，我觉得如果就他要活久一点在那个吧，他怎么可以太快了吧？他才刚出场哎、欸，我昨天是边吃饭然后边在客厅看，然后就看一看，然后姐在房间，他就说你可以小声一点吗？因为我一直乱叫，就是太气了，我就。哦，我还没看啊，我想说等到 Netflix 上之后我再看，应该会上吧。我都要重看九九了，我那个气死哎，气死气死气死汉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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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八六，考虑写，不知道，目前没有想看八六的心情。很气耶，他把他弄得那么讨人喜欢，然后结果他扔在里面的作者，非常问作者会不会赚钱的，就是他把他弄得那么，他把他弄得那么讨人喜欢的话，他就应该要活久一点才可以赚到钱呐、啊，才会有人买，不然他那么让他让那么他那么早让里面当的话。这样子大家就会忘记他、欸，就没有人要买周边了，好不好？懂不懂？懂不懂？营业思维，气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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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气哦！好，我气完了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看东莞的心得。但就是一个好看的番，但是我觉得有怎么讲，他我以为他会很热血，就是会跟我音一样热血，你懂吗？就是我音是那种很欢乐的，嗯，怎么讲，就是嗯，就是会跟我音很像，但是真的假的？他周边很少，想怎样？想怎样？那么小天使周边给我那么少，是想怎样？好，不是重点。就是我原本以为他是跟我音很像的那种，就是给人的感觉很像，不是说剧情很像，是那个氛围。但是我看完发现，你看完了吗？恭喜你，大家可以去看我音，我音很好看。就是结果他没有哎、欸，他比我想象中还沉重哎、欸，哎、欸、呦，就是对啊，很。对，就是以为对，以为是王道热血，但其实不是，没错没错，他比我想象中的还沉重。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他的穿插剧情，就是我因可能一个大事件结束之后，他就会有几集就是比较那种轻松搞笑愉快的那种可爱的。那没有哎、欸，他就是直接一直下去，一直下去，然后一直看他哭，一直看他哭，然后一直没做事，一直没做事，一直没做事，一直没做事。一直哭，一直哭。抱歉啊，我一直在气男主，希望男主之后会让我改观，好不好？不是他，真的是我，真的是很急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看的时候就想到男主到底在干嘛？到底在干嘛？到底在干嘛？
闹哦，好闹，好了，但是还是真的假的？啊啊！太惨了吧！我哥是觉得，他觉得男主没有不对，他觉得男主没有不好，他说男主蛮好的，但他觉得他对 Mikey 的想法不是很好。但我觉得 Mikey 很帅啊， Mikey 就很帅啊，一气啊更气气是怎样，好好笑。那个不男主不好，他很废，但他很努力了。对啊，他就是觉得男主很棒。我是说你对 Mikey 很棒啊，他很努力了，他什么都做不到，所以他是尽他最大的努力。爆豪就是个傲娇，很可爱吧？爆豪就是一个喜剧角，好不好？你有看到他最后有一个那个，就是他们他跟绿谷跟。那个 Oh My 在讨论东西，然后就是他跟绿谷就在那边就是打情骂俏，然后他就做一个这个动作，超可爱的，好不好？救命啊！对啊，到底在干嘛？就是到底在干嘛？我真的无法，我无法，我无法，他到底在干嘛？他就是一直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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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还救不到人，一直哭啦！哎、欸，但我发现我头发长。我很长，我发现那么长，他们就很对啊，很闹吧，超闹的，他一直哭哎、欸，一直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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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、欸，一直哭，一直哭，不要再哭了好不好？爱哭鬼，真的是爱哭鬼，真的是爱哭鬼。有认真在思考要不要弃坑，因为真的是看到太气了，然后又还没有很气，就是没有，怎样想要一直看下去嘛，就是。看就气死。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但是基本上是好看的啦，至少是好看，就是不会让人觉得无聊或是什么。只有男主在哭的时候会让人觉得，不要再哭了，不要再哭了，你再不救人真的是不要再哭了这样。但是基本上是好看的，所以还是想剧荒大家就可以去看。对，希望之后会有一些更棒的，后面还有更好哭的。但我没有，我就只有场地那边流了一滴眼泪。你只会越来越失望。好啦，回去你的房间。巨荒了啦！气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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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气！我买吗？我好像可以看，我哥哥好像有，哥哥的寄生虫啦，我是哥哥的寄生虫，我是我哥的寄生虫，我的 Netflix 是用他的，耶、yeah, ，我就是哥哥的寄生虫。真的假的 ？Netflix 有吗 ？Netflix 有的话就可以看了。嗯，大家都是寄生虫呢，我没有，但我没有想看，目前还在东万好生气的部分，东万好生气这样。啊，但是今天要出了耶，今天要出了。哎呀，不能用啊！进剧的最后一集要出了，这样我就可以再重看一次进剧了，耶耶耶！还有鬼灭，对，鬼灭我要重看，耶！还有什么？还有电锯人，哦，炼锯人，炼锯人，炼锯人，耶！耶、yeah. ！
耶耶耶耶耶！开心，好开心！对啊，居然挖热了，很赞，真的很赞哎，很赞哎，很赞哎，很赞哎！呜！哥哥，你没有关灯。哦，你说你的浴室吗 ？Yes。我在开抽风。关掉了。让空间。关掉了。为什么？我不喜欢开的灯。我把它关起来。强迫症。谢谢。出事你会气死，不是啊，会摇到不行的，直接摔出去吧，很适合吗？但出的话我会去看啦。我看有过还没，我想说等他出完我再看，所以我想说，我在想要不要重看，是直接接着看，反正我想等他出完再看。气死！气死汉堡了，是气死汉堡，气死汉堡，气死汉堡，跟我印象都不是吗？什么意思？你说进去吗？没有吧？进去感觉就是很激烈啊，比我音激烈吧？感觉会吓死吧？哦，我跟大家说，我以前小时候。就是国中吗？国中国小的时候，反正我哥那时候在看进去的漫画，然后他就有买漫画，然后那时候的封面不是就是那个超大型巨人的脸，超大型巨人的脸。然后那时候我就看到那种就好可怕，然后殊不知十七岁的我直接着迷了啦。嗯，人生就是无法预测啊。那时候是借给阿姨看的，对啊，就是他脸，然后我就想说好可怕，什么东西，我觉得不要看这样，然后就直接着迷，嗯，对啊，进去就是看之前觉得巨人很可怕，看之后就觉得人最可怕，人真的最可怕了，人最可怕了，人最可怕了。晚上做噩梦，我好像有做过巨人的梦，哎，我好像有做过巨人的梦，我梦到我被吃掉还是怎样，我被超大型巨人吃掉的样子，好像在看巨人的那段期间，大家看我瞳孔是不是很卡，是不是很好看？认真看我瞳孔，这是我的原生瞳孔哟。好卡哦，给大家欣赏我的瞳孔，突然开始欣赏自己的瞳孔是怎样，不好意思啊，看真的很卡，是原生瞳孔，大家会长出翅膀吗？居然会长出翅膀吗？然后头上多一个光环，太猎奇了吧！好猎奇哦，好猎奇哦，好猎奇哦！你可以握手再看，好啊！大家可以握手再看我的瞳孔，是不是真的是咖啡色的？是真的是咖啡色的，我瞳孔真的比就是很咖啡色的瞳孔。我喜欢我的瞳孔，所以我都没有戴美瞳。大家可能也是因为我不敢摘美瞳，所以我都没有戴美瞳啊，借口借口。还是劝你不要看了，还好吧？我觉得就是很有趣啊，不觉得就是体验了各种，我觉得看动漫就是体验各种不同的观点的世界，懂吗？就是很奇幻的世界，或是就是很有趣，很棒哎、欸！啊，最喜欢看动漫了。好宅，突然说出一句很宅的话，
最喜欢看动漫了。他就很喜欢妹，他就很喜欢妹。直接被爆雷，怎么那么惨啊，太惨了啦！哦，我等一下，差点就要爆雷大家。我也是，我就是一直滑，一直滑，一直滑别的，就是可能会看一些就是消息之类，然后滑留言也会滑到各种爆雷。我今天好像差点就要被爆雷，但是我就是在意识到我要被爆雷的时候，就关掉那个留言区，我就往下滑，哈哈。大头目，什么超恐怖的？美瞳跟一般有差吗？直男上课咯，美瞳就是会有各种不同的颜色啊，像是会有蓝色、灰色、咖啡色、绿色、粉红色、紫色之类的。我原本有在想，我其实一直很想戴粉红色的美瞳，就是瞳孔会变色，一般的就是透明的。OK。多久之后可以爆雷？还是有人都不行？等我看完就可以爆雷，等我看完我就可以爆雷，就可以爆雷我，因为我也没有办法被爆雷了，因为我看完了，就是看完就可以被爆雷了。粉红色好像戴起来就是没有到很粉，就是怎么讲，温柔的感觉吗？就像有些人，大家知道有些睫毛膏会用红色或是咖啡色吗？咖啡色比较常见啦。像栗子好像都是用咖啡色的，红色的睫毛膏或是红色眼线之类的，因为看起来会比较温柔。不知道，我跟你们讲，如果你们就是有对象的话，然后那个对象如果是擦红色的，然后或是红色眼线或是睫毛膏，就是如果不是眼影就算，眼影就是小 case 好不好？眼影还分不出什么颜色，是色盲吧？就是睫毛膏或是。眼线是红色，然后或是紫色，也有人会用紫色的哦。就是你们如果近看，然后问他说：“哎，你的睫毛膏是红色的吗？”他就会很惊喜，大家知道吗？大家知道吗？但我没有红色睫毛膏，所以知道对我没有用。哼，我就是只会用黑色的，哈哈。我看完就可以爆雷我啦，看完就不算爆雷，就是等完结一起讨论的，像是就是到一个阶段。我就被爆雷啊，我真是气死欸，都会被留言爆雷，到底想怎样？留言可不可以管管自己的嘴吗？嘴吗？留言表示我很无辜耶，我很无辜耶。咪头男生真的假的？好闹哦，咪头哥不称职欸，摘的时候有擦吗？你有戴过红色的？真的假的？太潮了吧！哇，你超潮的欸，超潮的，你超潮的。摘的时候有擦吗？有擦，因为我是。你说透明的跟有颜色的吗？那没差、啊，软的没差，硬的有差、啊。就是软的眼镜摘下来的话，我觉得很可怕。硬的就是要用吸棒搓眼睛，然后再把它弄出来。是不是听起来可怕？但其实不会，你就把眼镜这样撑开，然后搓它，然后再拿下来就 OK 了。但软的无法，软的要这样子，我不行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我这种东西没有哎、欸，我都是用基本色而已。但我还蛮想尝试很多颜色的，而且我最近怎么讲，就是很想要穿动漫里面的衣服，对吗？我用黑色睫毛膏，我现在没有睫毛膏，如果用睫毛膏的话，不会这么塌、啊。你是黑色的吗？每个人的睫毛都是黑色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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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每个人睫毛是黑色的吧？那为什么啊？听听歌。不要开这个好了。哎、欸，搞什么呀？生气了，我要生气了，我要生气了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笨手机，你什么意思？还好我已经不是用你了，没事。救命啊！听不了新歌啊，娜娜。我想听新歌啊，不让我听啊！你怎么不让我听？你怎么不让我听啊？哦，没没没。小相片却相当美味，健达巧克力。
谢谢 Sega 的告白气球，谢谢 Sega。你看到周围的哇，那你怎么会讲哇？你这个哦，你还是你这个不是想 cos 啊，我想要穿就是我印的制服之类的，或是东万的特工。我从来没有想过穿特工服，你知道吗？看了东万就觉得好像感觉蛮好看的。我还没有想过自己会想穿特工服。有金色的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你说美瞳，美瞳有吧？睫毛膏我不知道。给大家看我的秀的睫毛。我现在什么通道？给大家看一点点。但是就是如果不刷的话，就是它就是垂下来了。好赞哦，嗯，赞哎，不贵吗？穿出去你会吓到吧，吓死吧，直接吓死。谁要穿去穿着拍照啦？吓死吧，吓爆。那想说你是有什么问题？穿那里也是什么问题？不是官方有出吗？我记得官方有出哦、啊。要穿的话，想穿官方出。会吗？哦，我有看过日本有两个女高中生，然后就穿就是 JK， 然后外面套那个东万的衣服，超好看的，他们就在路上走，超好看的，就是很青春，你知道吗？很好看，他们穿得很好看，可能是 JK 的特权吧，JK 的特权啦 ，JK 的特权，很好看，他们就穿了，然后去拍贴纸之类的。很好看，想尝试一下。但是好像是穿 Nike 的吧，好像是。Nike 也不是特别长吗？ Nike 会拖到地板上。我想穿短的吧。要多惨啦！就问你要多惨。对啊，不知道哎、欸，或是穿杜我吗？可是杜我没有制服的感觉啊，你懂吗？就是想要进入一下二次元，懂吗？就像他们出那种入学认证之类的，就是那种二次元东西进到三次元，所以自己也想进到二次元，就是穿他们的校服。杜我不是制服吗？不是杜我的是，杜我的是，就是杜我的不是我音。的校服啊，你懂吗？是我英的校服。我也想要穿排球的啊，我也想穿排哨的运动。Nekoma的运动服我也想穿，好想穿哦，但感觉我穿都会太大，因为我的身形太小，太矮了啦。毛巾？什么意思？他有很多毛巾哎、欸，说他的周边吗？你是说那个头杯的那个吗？那个没有。我最近没有在买周边，因为最近就是在节省。最近在省钱 ing。什么东西？好看。对啊，想说之后有别的周边的时候。跟大家敬礼啦，跟大家敬礼，把钱花在好人的大家。但其实我也有时候会把钱花在好颜啊，就是准备衣服什么的。哇，
你这个，哎，半个小时哎，我要念榜了，大家，我要念榜了，bling bling， 好好听啊，这首真的是可爱啦，太可爱了。我今天从第六名开始念，第六名是 Sega， 谢谢 Sega。第五名是熊熊，谢谢熊熊。第四名是吉米粥，谢谢吉米粥。第三名是傅维，谢谢傅维。第二名是马尔济，谢谢马尔济。虽然那个好像是吉娃娃，谢谢马尔济。第一名是花花，谢谢花花，谢谢大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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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谢谢大家。我们礼拜六见，礼拜六 Christmas 见啦 ，Christmas 见。这个我们也不确定哦。我每天都很可爱啦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我们圣诞节在一起过，呜！圣诞快乐，大家！圣诞快乐，圣诞节见，下礼拜也是礼拜四，圣诞节也是礼拜四，考虑一下，等一下这个考虑一下。圣诞节不是讲什么跨年前一天跟大家过 ，OK？ 所以下礼拜没意外的话也是礼拜四直播，那我们就下礼拜礼拜四见，还有周六见，对，周六见，圣诞节见，大家圣诞节见喽，拜拜，拜拜拜拜。